我们这次全国各地跑，哎，他这个帐篷需要多长时间呢？几分钟，几分钟，哎，几分钟打起来，快点，快点。 那像在这儿搭帐篷还需要交费什么的吗？不消费，不用啊，不用不用。我们都让高速来，他的水呀、电啊那他的水呀那些这些，厕所比较方便。像出来这个做饭什么的，都是您操持，您做饭。我是一把手。大哥管路线哈，管开车，管定目的地。对，是吧？他说走哪就走哪，花费不大嘛，等于说我们经济能力能够承受得起噻，这种。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港珠澳大桥上去开一圈。那港珠澳大桥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现在目前修得最好的一座大桥，工程量巨大。我就想出来看看成都的变化噻，是吧？虽然说我们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我们退了休了都看哈我们贡献的成果，带来的效益噻，是吧？ 国家发展到今天还不就当年我们的付出啊，对吧？看看中国高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现在高速沿线修得好好哦，那些城市那些好漂亮，变化大。高速公路也好，原来高速公路两车道，现在高速，现在很多地方。 去三峡大坝，我们还没去看三峡大坝哎。世界上最大的大坝，在我们国家修起了，肯定要去看看噻。嗨，粉丝。哎，好，拜拜。玩得开心啊！